大家好，我是钟明，第100课，多个思考辩论与线性问题。那这节课我们会打印2个图形，并且呢以不同的比例来打印，也就是呢会用到2个思考，每个思考的思考比例都不同。好，那么这些文字描述，大家先认真的看完。看完之后，再听我接下来的讲解。这个图我们以1:1的比例来打印。好，那么这个蛋糕，我们以1:2.5的比例来打印。首先呢，我先画一下这个吊钩的比例。好，用复制的命令，我可以复制一个标注。好，放到这里，可以用分解的命令把它分解。分解之后呢，再把这些给它删除。那么留下文字，这样子呢，这个文字呢就可以直接用了。把它拉宽。那么我输一，空格，双引号，空格2.5。好了，那么这个文字，颜色呢，给它改到白色。下面再画一条线，好，我们给它总体上过来一点，好，这样子，好，图层特性。那么大家要注意啦，思考不打印图层，它是不打印的。虚线还有中心线，我这里呢透明度我已经改成50了。那么图框还有标题栏我已经做好了。那么我们来到布局一，来到布局选项卡，单击页面设置。单击修改，打印机绘图仪这里，好，我们给它选中这个图纸尺寸，好，我们找到这个 ISO A4 297×210单位毫米，好，单击选中这个。那么可以把鼠标放到这上面看一下，那么图纸尺寸和可打印区域是一样的，所以说呢就不用更改了。如果说大家的是不一样的，那么就要更改。打印样式表，好，这里呢给它改到第一个 ACAD，好，打印选项，那么这个。使用透明度打印，好，给它勾上。好，图纸方向，好，给它保持横向。好，其他的保持默认。好，确定，关闭。那么选中这个四口，给它删除。我用实时缩放的命令，把这个布局呢给它缩小一些。那么再向上移动，好，结束命令。那么上一节课呢，我们这个时候呢就要创建思考了。那这节课我们要改一下，我们先把图框给它放进来。好，选中图框和标题栏。好，待机点复制。
把这个点作为基点。好，粘贴进来。那么我输坐标，输零，逗号，零，回车键。这个时候呢，我就要准备创建入口了。但是呢，我先做一些辅助线。好，捕捉终点，连接到下面的终点。好，再用偏移的命令。偏移距离为5，回车键。好，向两边偏移。那么中间这条线呢，我就不要了。好，来到布局选项卡。那么我的意思呢，是在这里创建一个入口，然后在这边呢也创建一个入口。好，单击这个命令。好，我可以捕捉这个点，然后单击。那么接下来下一个点呢，我指定到这个点上，那么呢，可以捕捉这个点，然后单击。那么我这里为了教大家，我通过输入坐标的方法。那么输入坐标呢，要注意了，要输入这个点的绝对坐标。那么原点在哪里呢？原点在最左下角。好，我这里呢，输入坐标，并且呢。是绝对坐标，注意哦，绝对坐标哦。x 呢143.5，逗号，好，输入 y，y 的话是200，好，回车键，好，就创建好一个入口了。那么我选中这条线啊，好，给它删除。那么我在这边呢。再创建一个入口。好，我单击这个命令。好，捕捉这个点，然后单击。好，再捕捉这个点，然后单击。好，那这样子呢，两个入口都创建好了。好，那么这里呢是有一条线的。好，我们这样子选中，给它删除。好，我们选中这两个入口，因为呢，入口不答应，所以说我们来到默认选项卡，把它归属到入口不答应图层。好，结束入口的选择。那这一个入口呢，我要打印这个吊钩的。好，所以说呢。我要进入到这个入口的内部。好，十字光标在这个入口上双击。好，进入到入口内部了。好，给它放大一点。好，那么来到状态栏，单击这里。那么我们要的比例呢是1:2.5，这里呢并没有，是吧？所以说呢。我们要制定义一个，好，单击自定义，好，单击添加图形单位，给它输入2.5，比例名称，啊，输一冒号2.5，好，确定，好，添加进来了，再确定，那么再单击这里。好，这个1:2.5，好，单击这个，好，这样子呢，就把这个比例呢指定给了这个入口了。好，再移动一下。好，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，这个中心线。它的线形的外观呢不好看，并且呢和我们
在绘图区所看到的线形的外观不一样，那么我们就要用一个系统变量来改一下啊。那么输入 ps l t s c a l 一，好，回车键，给它改成零，输入零。回车键，好，那么这个线型呢没有效果，那么我们刷新一下，就是呢重生成一下，好，那么输入 R1，好，回车键，好，这样子呢就可以了，是吧？这个线型呢，就可以了。好，那么这个四口的图形呢，我们已经搞定了。那么可以看到啊，这条线的话，它有点太下去了，所以说呢，我们可以用移动的命令给它移上去一点。好，单击移动的命令，我们选中这条线，好，给它移上去一点，好，这样子，好，这个四口呢，这个四口里面图形呢，我们已经搞定了，好，现在呢，我们来到四口外部，好，鼠标在四口外部双击一下，好了，可以。好，那么我们再来到这个四口，我们要打印这个图形，所以说呢，我们来到这个四口的内部。好，那么十字光标在这个四口上双击，好，来到四口内部，好，给它放大。因为呢会看到上面的文字，所以说呢给它向上移一下，然后用移动的命令。我把这些图形，好，给它选中，好，都要选中啊，可以呢，平移，然后呢再选中，好，然后呢，我再给它向下多移一点，好，这样子呢再移上去啊，这样子呢就看不到上面的，就看不到上面的文字了啊，这是一个技巧啊。好，那么我们来到四口比例这里，好，单击，我们把这个1:1的比例指定给这个四口，好，单击这个1:1，好，好，那么这边这个呢，这个图形呢，可以给它向右边移一点，好，单击移动的命令。好，给它向右边移一点。再移过来。好，那么可以看到啊，这个四口呢，它不够大。那么所以说这个四口，我们要改一下了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首先呢，我们来到四口外部啊，鼠标在四口的外面呢，双击一下。好。那么首先这一个四口，我给它向左边给它变小一点，好。那么这个四口选中之后，十字光标放到这个甲点上，单击，那么可以捕捉向左的几轴，好。给它向左多少呢？比如说向左五，那么可以输入五，回车键，好，结束这个四口的选择。好，那么这个四口，选中之后，十字光标放到这个甲点上，然后单击捕捉，向左的几轴，那么，我们给它向左多少呢？比如说向左10，那么输入10，好，回车键，好，结束四口的选择，好啦，那么这个四口，的图形呢也合适了，也都看得完整是吧？好，最后呢都搞定了。那么，我们可以来到输出选项卡，
单机预览。好，可以看到呢，没有任何问题。好，可以放大一点。啊，也没有问题。好，那么可以单击这里打印。好，单击桌面。好，保存到桌面。没问题。好，这些水印呢，大家来去除一下啊。好，那么我再跟大家扩展一个知识啊。好，来到布局啊。好，我可以呢，先删除这个四口呢，也可以的。好，来到布局。好，页面设置。好，单击修改。这里呢，选中这个图纸尺寸。找到这个。好，单击。好，打印样式表。好，选中这个。方法呢都一样的，所以说呢，我就不用详细的讲解了。好，图纸方向，横向。好，都没问题啊。那么确定，关闭。好，用实时缩放的命令给它缩小一点，然后呢向上移。好，结束命令。我们来讲这个呢，对象就是呢，它可以把封闭的多段线、椭圆、样条曲线、面积或者圆呢，转换为四口。比如说呢，我这里呢，我。这样子吧，我先把这个图框还有标题栏呢给它弄进来啊。好，布局二，好，粘贴一下。零，逗号，零，回车键。好，这个呢可以关掉啊。好，那么我这里呢，我先在四口的。好，注意啊，这个时候呢还没有四口啊，没有创建四口嘛。那么我先画一个正五边形。好，比如说边长呢为100。好，单击这个命令对象。那么我们可以单击选中这个正五边形。那么大家可以看，哎，这个正五边形。它怎么样啦？它变成这个四口了，是吧？好，这个命令多边形，好，单击。那么提示我们指定起点，好，我这里呢可以单击指定起点。那么可以看命令行啊，命令行呢有圆弧 A。好，首先呢我先画个直线，然后呢再输入 A。回车键，好，我任意单击啊，然后我捕捉这个点，再单击，好，接下来呢，我闭合，那么闭合 CL，好，那么输入 CL，回车键，好，这样子呢，也能够创建个四口啊，好，我选中这个四口。给它删除。好，那么我再单击这个命令。好，单击指定起点。好，向上、向左、向下，然后呢，连接到这里。那么这里 B 和 C，好，我可以呢输入 C，好，回车键。好，这样子呢也能够创建四口。那么无论如何啊，一般情况下呢，这个四口呢，我们都要选中。然后呢，把它归属到四口不打印图层。好，这个呢就是我跟大家要讲的。
好了，那么我们这节课，讲完啊，下一节课，再见，谢谢。